好，然后假装讲话就好哦 ，OK， 好。分裂成两边，现在要族群融合才行。12月5号已经准备好的，举手。要去看谁的演唱会？要去看谁的演唱会？五月天。是不是准备要看五月天的演唱会？准备好了没？准备好了没？我的心在笑，没太阳，夜晚那么的你该知道，世界我是那么的，为何我要忘你？
我的情感